去走，走走在哪？找到没？你这么大个人，你怎么找不到？哎，床底下也没有。嗯，你怕不怕狗？你敢不敢去摸它一下？你看它这么嚣张，你要不要摸它一下？你们是怎么过来的？介绍一下。你觉得坐高铁舒服还是坐车舒服？坐高铁舒服，他手上起了好多这种倒刺，蔬菜吃的不够多，自己咬的啊！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对对对，我的又造反了，造反喽！这是对你说的吧？这个我们那大街上有卖的。但你喝过吗？你会不会唱他的歌？你这口罩是不是儿童口罩？不是，是马蜂姐的。哦，住他。你给我。啊，给我们加份行不行？这没有烧鱼，还有虾子，还有一碗豆腐、豆子、豆子、土豆片，这个炸，这个鸡腿，再来一碗米饭。你这么多人就一碗米饭，这好多人呢。好多米饭，12个。我最爱吃西兰花牛肉。西兰花炒牛肉，对不对？爱不爱吃？西兰花炒木耳。这个人是我的表妹，小表妹。她今年几岁？你今年几岁？我周岁，16岁。16岁。等一下，要再吃这个无为特色菜，臭鳜鱼，你吃过没有？哎呀！欢迎大家来五人室做客。好的，给你来，你先转个身，来，好，背着他走。你看，像你爸背你一样，哎，背着他，重不重？重不重？好的，他正在背小孩，先把他放在床上，好。好的，好收，好收，你还是不够紧，你那个没有抓对，你要下去之后啊，先下去，伸下去，对，好，用力往上收，这里往上收，好，往上提，对，往上提，收，好，紧了，紧了，哦，好，差一点，哇，哈哈哈哈。